好的，紧接着呢，来介绍就是我们拨打天上进行第一组，福德进行保庇，甘甜顺时圆满，永远出入。州哦，啊，这个啊，农会的这个谷仓啊，这个党头。那这是咱日据时代后期的一个建筑哦。那啊，透过咱的这个中华管建物的九十四年祭奠为咱的历史建筑。那经过这几年啊，咱的这个啊调查清楚，是咱110年获得文化部文资局的一个这个核定。那总经费是8200万，那其中文资局补助了65%，是5330万。政府25%的这个啊款项，总共是2460万。那县农会自筹啊5%是410万，那总经费8200万。那今天呢正式来一个啊动工，那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有540天，预计在113年3月左右就可以来完工哦。那这完工要以后啊，希望讲变成一个啊我们点线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。那最近县政府针对我们的文资，因为今年明年也将近这个建县300年哦，包括我们的社头泰安岩那11楼，还有最近大城的咸安宫都一一的来落成了哈。那我们也这个啊继续把我们这些需要我们来保存修复的，一直不断的来做争取来做修复，希望我们透过点线面的一个结合，配合我们地方的观光产业，能够呢啊增加它的这个啊可看性哦。那这里呢未来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据点，包括青年，包括我们农业，那包括非常多的新创都可以在这里呢来落实。那也期待啊未来能够串联我们二水社头田中啊，变成一个非常好的观光门道啊，人潮带进来，有人潮就会有钱潮，让更多的青年朋友也一并回乡一起来发展。锤，3、2、1，请动锤，祈求开工平安，施工顺利，如期完工。谢谢，请看我们前面的摄影师，请合照。你好，我等一下呢。